大家好，我是 Mr. 六家美妆员。现在我来到一个办公室，这个办公室呢，它想做的 island 就是要木杆的，可是这边是一个玻璃，我们无法装到那个砖块，只可以绑 ceiling。 可是绑 ceiling 会有个问题，你过来看，一般木杆的零件是用这样的，如果我们绑 ceiling 只是一个洞的话，它整个木杆会这样脱下来，所以不理想，所以必须要用 adjustable bracket。 adjustable bracket它的问题就是这个太长了，这个太长的话我们要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就要锯断它，我们要锯断它，把一个原本这么长的 adjustable bracket 就锯断它，锯断过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塞进去里面，塞进去它就变短了，所以你看它上面呢整个 bracket 就变短了。好，还有一个问题，这个的洞位呢，它必须只有这边只有去掉一寸了，如果绑普通螺丝也是绑不稳，这种 butterfly 也是绑不稳，因为你如果去掉一寸的话你就伸不进去，所以是不理想，所以最后我们选择了这个，这个是塑胶的 wall block。 塑胶 wall block 你只要配出一个三寸的螺丝，然后这边进去的话还有一个立弯的话，你还可以绑这个塑胶的 wall block 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个呢就是来的 L 窗，要窗打开窗帘的效果，我们看看隔壁。当窗帘放下来的效果就比较美哦。如果你要它亮一点，你就给它打开来，然后吊起来，然后再整理一下，就很漂亮了。这个的话，我就重新把粘，然后粘起来。这个也是一样，就去旁边扣起来。就是有 ceiling 用木杆钉在墙壁，我们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。要好的窗帘请找家美妆帘，谢谢。让我们来看看木杆安装在 ceiling 的制作过程。